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中国日报》视频访谈。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毛泽东主席列车长李叶辰老先生。李老先生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哦，我们想问一下，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担任毛泽东主席列车长这一份工作的呢？我是1960年，是吧？6月份，是吧？正式到毛主席专列上担任参列主任，是吧？主要是管列车上的人员，是吧？吃饭，是吧？管毛主席吃饭，是吧？每次毛主席吃饭的时候呢，都是先放这个录音机，从德国进口的这个磁带。完了，主席最爱听京剧，是吧？什么高升魂的《逍遥津》呐，马连良的《借东风》啊。主席呢，吃饭前呢，还你给他放这录音的时候啊，他还跟你一块唱。他唱的是湖南，老是湖南的味儿，他最喜欢。完了以后，就放完这段以后吃饭，吃完饭毛主席还不走，他还喜欢，还得听，是吧？听京剧，一边听一边手一边打拍子，是吧？嘴唱着，是吧？听完了以后回去了。这是毛主席，在餐吃饭，毛主席早四餐一趟，是吧？是吧？一个半荤半素，是吧？一条小鱼儿啊，什么来着？小辣椒啊，是个青菜啊，一个汤。主席喜欢吃这个豆饭，小豆啊，搁点鸡米，加上点这个小寨米，啊，小碗儿，是吧？吃那么一两碗吧，一碗多。那您是哪年开始担任正式担任毛泽东主席列车长的这一项职务？列车长是1961年，1960年代完了，1961年就担任毛主席专列列车长，兼任党支部书记，在列车，是吧？管毛主席专列，当时呢是12节车，是吧？12节车。每次有前驱啊、本务、后卫啊，这些都是我来管，是吧？主席呢，每次上车前呢，到北京见了以后握握手，是吧？每次到北京以后呢，是吧？握手代表感谢前列人员，是吧？毛主席在他大部分时间，那时候出去以后60年代啊，他都喜欢在车上，是吧？因为什么呢？当时从德国进口的这个专列，是吧？车上的通风好，专列上还有这个加湿器，你车上的这个温度啊，是吧？湿度够不够啊？他自己怎么？他这个车上的温度也是一样，你。它有定时，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它自己都停了这机器，是吧？都这么着。希望主席呢，每到一个地方停下以后，大部分都是车上开会、吃饭，是吧？一般的这个一年呢，得6-7个月在外头。一年都要6-7个月是吧？哎，6-7个月在外头。有时候主席这个在出去以后吧，有的。有3个月的时候，有1个月的时候，上北戴河就很短了，一那么2天，是吧？那到了都回来了。平常我们都是跟着到哪儿一停，就跟着去，是吧？那您一年6-7个月都会跟主席在一起，那主席给您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？主席呢，我开始比较紧张，后来熟了，主席也习惯了，是吧？给我的印象就是慈父一样，主席待人，一是待人特别谦虚，而且特别亲热，不管你是哪一级干部吧，他都很尊重你的，是吧？多会儿见我也是李车长，是吧？你好，是吧？主席呢，他这个特别简朴，他这个简朴啊，你比如他穿着睡衣，啊，他喜欢穿睡衣，穿睡衣都那旧了，我们在车上给他换一件新的，拿上去以后，他一上车不要，
还是说旧的，他是浪费不行，是吧？主席的这个汗衫呢，是吧？白汗衫有一块这前面不好了，主席让服务员给他补缝一缝，是吧？主席一看就是伟人啊，这个缝度啊，是吧？特别好。那除了这些，还有没有什么平时跟主席相处非常难忘的事情呢？主席，我跟他难忘的主要是一个，就是我们60年代这个汨罗江那停车以后，是吧？过这个粽子，就是我那个粽子节吧，是吧？在那儿他纪念的屈原，主席呢就搞了个小的这个宴请，把我们车上的这些个负责人呐、以及他身边的这个负责人呐、到一块儿，是吧？四菜一汤，主席说加一个菜，是吧？还搞了一个菜，搞了一个荤菜，是吧？完了以后呢，喝的茅台酒，主席平常不喝酒，是吧？那次呢，主席是吧，举起杯来，感谢大家对他这么些年的照顾，是吧？感谢，是吧？大伙儿可以搞个欢，唱唱戏啊，主席唱两句京剧啊，是吧？别人也唱几句啊，孙勇是吧？拉胡琴是吧？搞得挺热闹的。这是我记得好像是主席啊，他不忘这个下边，是吧？你别看他，我特别感激，特别感动。这是一次，还一次，是吧？01年在这个主席在长沙，我们到长沙以后呢，停在长沙的这个专线黑石铺，主席呢早上下来就散步的时候呢，说是这个阳光挺好，搬那个椅子给他搬下来以后让坐着，是吧？坐着呢，李厚民那么去给主席照相，照个相，照相呢，我呢陪着主席下来以后散步的时候，我照相，我离蛾子躲开了，离开20多米远。主席就看到我了，他都跟王安庆秘书王安庆讲，是吧？我跟李市长照个相，是吧？这王安庆给他照手啊，说你过来，我就过去了。主席要照相，哎呦，我挺激动的，到主席跟前握握手，是吧？站在主席的右边照一张相，是吧？这是永远忘不了。62年在蚌埠机场，主席下来溜着溜，后来这个主席说看大伙对他照顾挺好，是吧？后来呢说是大家照个相，是吧？一起站在那儿，这相片呢没有发表。为什么没有发表呢？这张相片呢就是照着跟大伙照完了以后啊，谁也没给，就单独王尊信为主部长说给车长做个纪念，单独就给了我这么一张，所以在报纸上没有发表过，真是挺珍贵的啊。这个呢就发表了，发表过，这个这也是是吧？这个60年吧，是吧？60年毛主席是吧专列到上海途中，在这个蚌埠，到蚌埠那停车，也是停下车以后，主席说，大伙儿也提出来想跟主席照个相。后来主席说，好，跟大伙儿照一张相。这个《人民日报》主席逝世的时候发表过，是吧？这张相，是吧？这三张相呢，就是我留下了永久的留念了。